哇，昨天播的那一节，手链卖了好多条了，4500、3500都基本上都、那个啊，所以就是，因为现在主要是手链我们是最多的，因为我最喜欢买手链，为什么要？它戒指在那边，我们的盘子是很烂的，因为我们不重视这个包装的 ，OK， 只重视东西好，货真价实 ，OK， 就是所有我们的盘子都挺烂，没有去。换了也不会换了 ，OK， 就是不想换，就不是不想换，就没空去弄这些，反正东西好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们是不太重视包装的的公司。那好像这个，如果你现在去香港珠宝展，这些都要10000块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款的最少要1000多一卡拉的，就是。这个才5800，18K 35.8克，车拐22.9克，钻石是5卡拉以上 ，OK， 5卡拉以上，不止5卡拉，我觉得那这个戴上去非常好看的，非常豪气，5800，现在绝对买不到的，这是以前的老价钱。老戒钱，手链我最爱买了，因为实实在在这么重的金在这里，实在，哦，应该是35克，35.8克，35.8克，5800，那这个哦，这个应该是4500左右，4500左右，这牌子掉了就要查一查，那这个哇，这个十几卡拉钻石。11000，45克，18K， 钻石超过10卡拉，祖母绿超过6卡拉，很大的，这些11000是很合理的价钱，非常合理的价钱，因为这么重这么那个，45克。这是几条的分量了，很多条的分量。那这个也是，这个很有分量感的。4900，45克，18K。对对对，那这么多钻石跟红宝，那这些都是大气的，大气的。那这些反正你现在这个价钱绝对买不到的，这都是以前的，因为一看到适合的我就收。现在带珠到宝钻石宝石通通都涨得很厉害嘛，16.2克，3500，稍微看得上眼的都会很贵的啦。这个扣是很特别的，这样子。红宝的超过10卡拉，就是这样的嘛。大家可以算了 ，OK， 现在红宝都是非常贵，这3年涨，毛坯料涨了3倍，这些都是老价钱了，2800老价钱了。Ruby， 哎，没写多少，钻石15点多卡拉 ，Ruby 超过10卡拉了，这个肯定是过10卡拉的，2800老价钱。对，就是大家有兴趣要问 size， 因为有些很短的，真的太短了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有红蓝绿宝，2600，10卡拉的祖母绿，钻石也有差不多6-7卡拉，红蓝绿宝多个这个都有的。这个14K 31.6克，这个2990，红宝、蓝宝、绿宝 ，Amethyst。那这个跟宝姐姐买的，这个哇 ，PT 48克。
五千亩的很超值的，很跟他买了很多年的，反正都他有时候跟我买，我有时候跟他买，我们都互相交流嘛。对，那这个祖母绿非常的绿，祖母绿超过十卡拉，钻石也有七八卡拉，五千亩是很超值的，四十八克 PT。这些是 Anti Style。那这个2800 18K Emily 我看看多少。现在大家知道涨的最多是什么，肯定是手链嘛，手链因为它金重啊，金重金一重，那它也没有写，不过就是我估计是超过十卡拉，那这几个是一样的，都是2800 2800 2800，你可以选择蓝宝红宝绿宝都行，都很重，15点多克，十几卡拉，对，随便你喜欢哪一条都可以。嗯，可以接近的。然后哎，那天还有人问这一条，好像就找不到1280 1280，这个Sapphire Color Sapphire， 这个也有很多，六七卡拉 Color Sapphire。 哦，这里还有一条也是2880，哦，2500而已，14K， 这个轻一点的就2500，也小一点，对，轻一点，可是这个红色更好看啊，2500更好看。对，如果没卖的话就下一次涨价了收起来。对，这些都是分分钟都在涨的了，就是涨是正常。这个 size 要几条啊，1999，这个Emerald 3卡拉40钻石，那我要看看他的货，我就知道是谁的货，因为我们跟不同的公司合作嘛，所以就是不同的。哎，你好，喂 ，Kitty， 喂，文通你啦，我直播间，对，那这个，对，裸额，哎呀，梗系你整多几对额啦嘛，系咪先吓？吓？啱啦，你快啲咩啦？对，啱，几时游行啊？Brooklyn 今年？未知，我仲未知啊，1999。田老大未话俾你知，嗯，然后这个2880，那天就有人出借给我2500，我说现在2800都要涨借了，我们不讲借的，这太好借钱了，26克，2880很合理的，对，你看红宝十卡拉，钻石也很多，啊，这么重。26克，2880是一分钱不减 ，OK， 都要涨价了，因为做完这个直播我就挑一些出来涨，调整价钱，正常调整。这个1500左右，1500。这个要整理好。嗯，这个没有写价钱，没有写价钱就要。这个款都有三个，当时我记得是某个大公司卖差不多10000块的啊，现在2600一条，太超值了，2600一条。这个就4800，
这个卢比八卡拉多，钻石两卡拉三，十四 K， 4800都很超值，太超值了。4500，14K 17.9克，那这个就超过十卡拉的。这些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都是太超值、太便宜了。那这个也是，太特别了。对，这个，18K 3800，27克，你看，红宝超过十卡拉，然后这个钻石也最少5-6卡了，而且很特别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那这个就有点短了，这个就有点短，可是它特别的，那我都戴不了，就有点短。18K 35.8克，6500。来，你看它的这个钻石特别的亮，1、2、3、4、5。大概三卡拉多，红宝也是非常漂亮 ，beautiful， 超值！哇，这个超值了，这个4600，有 GIA 的，有烧，21克，三十卡拉的蓝宝，三十卡拉蓝宝。哇，这个才999，10K 12点多，哇，太超值，999的，看中马上要买了啊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哇，这个也很漂亮，这个3300，这个我要拿去做证书，对，3300，因为这现在整理一些，准备拿去做证书。这个很红，鸽血红，红 ，Ruby 5克拉29。钻石，鸽血红啊，非常红。这个是两用的，你可以光带这一条，或者连着这一条，很特别的，多用。这个因为很重，钻石很多，我忘了多少，这应该印象中是，3900或者4000多，因为很重啊，钻石很多，要因为要借钱要弄。那这个要打个折给大家，红宝、蓝宝、绿宝。本来是1880的，今天就好了，这个就1750给大家，1750，这个单独做个视频。钻石一卡拉30，宝石90几分，14K， 哇，1750 ，OK， 1750，那还有 K 王。那所以其实这个都很超值的，很超值的，1750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这一节就这么多先 ，OK， 然后因为太长，大家看的比较累，就先。好，请按订阅频道加微信，谢谢大家。